那你跳过，跳过，跳过。好，我讲完了。他还有一段说，哎，这个字怎么念？那你跳过。我讲完了。哎，三个一起演呢。演员蔡黄如、欧阳妮妮、张杰上节目挑战，靠演技争夺美食，对抗通告艺人组。上位，你觉得是谁？他应该是蔡黄如有稿子，对不对？你觉得？因为他们两个其实真的就妮妮，可是妮妮那段很演呢。第一轮比赛，通告艺人组赢得胜利，品尝到高级的海胆，让欧阳妮妮还有蔡黄如好羡慕啊。但是谁在乎呢？我们只在乎和牛烧肉，这个过瘾哎！而且趁那个海胆在那边，赶快多夹两口。不等了，不等了。不得不说，詹子晴今天是睡到下午六点才起来，所以这是他第一餐哦。节目后头还有大厨端来特制的水晶蛋糕，全体来宾开始暴动。好美，他做的好棒。老板说很酸，对，他整个那个很酸，再配这个玻璃。不过演员队的竞赛表现不如预期，让宪哥忍不住开起玩笑。一嘛，你们在聊嘛，我就把这一条吃光。还有两个人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赢了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要猜没有是？好，丫头，请问一下，蔡黄如包包里面有没有拿走那一叠钱？没有拿钱。演员组全军覆没，从节目开始就狂输，尝不到美味的料理，只能够狂流口水。节目的过程笑料百出。谢君仲、林丽婷台北报道。